那试一下，这只是小那个小茶香，因为站着我的位置的，这根本就是你在拍的旁边点啦。但是这样我就录到，就这里，就那里还可以。现在看向左了，妹妹坐好。妹妹坐好。好，妹妹去拿。啊，要啦要。为什么这边有写那个？我看帮姐姐。好，开始录了。帮姐姐拿。Action！ 哦。他叫 Billy， 我是上海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林，我是林一。那我今天要来开这个。来，开开开开开。忘记装麦克风了。来，先就到墙壁就好。我把自动对焦关掉。好，例如色彩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。那我今天呢？那我今天要介绍这个三轴稳定器的支架。麦克风架。麦克风架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收音麦克风，然后这整个的都是我们的三轴稳定器。那这个麦克风呢，它是挂上去的，它挂上去了，拿不下来。然后呢，它本身就在这里，然后它的这个电线，然后连接到我们的手机，那我们的手机就会有收音的效果。那。我来示范一个很酷的东西哦，随便乱弄的。好，看得到我吗？然后呢，我们转个边，然后呢，很快，再来，我们按这个 M 两下 ，M， 它就会自动的回来。你现在没有在录影啊？然后再教你一招，按三下，你看按三下。对。这样就可以录制。